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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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无上甚深。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开始讲到这个《法华经》的六支法将，那这六支法将中间呢，第一位是常不清菩萨。那么这六支法将啊，我就为每一位法将呢做了一首偈语，那么也是礼敬诸佛、赞叹诸大菩萨的意思。那么等一下我们今天还会继续讲到第二支法将。第一支法将呢，就是常不清菩萨。这里好像没有网络，没有 WiFi， 4G 也不行，那就算了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的是竹雷品。竹雷的意思，祖就是祖父，祖父你，比方长辈跟晚辈祝福一些事情。累呢，这个就是加强语气，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件事情有多重要。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呢？就是将这一部经流传于世，少龙佛种，为佛宣扬正法，所以叫诸雷品。我们看很多经啊，最后都有诸雷。佛都是吩咐那些大菩萨怎么样去流通这一部经典，让后人也能够得到法喜法益。那么我们今天呢讲这诸雷品，是不长的，很短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是怎么样讲的。《妙法莲华经》竹雷品第二十二。尔时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以右手摸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富足汝等，汝等应当一心留步此法，广令增益。如是三摩诸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富足汝等，汝等当受持读诵广宣此法，令一切众生普得闻之。先到这里。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如来神力品之后，如来神力品之后，然后释迦牟尼佛从他的法座起来，仍然是显现一种大的神力。这神力就是神通啊，但这种神通不是我们一般从外道或者邪教或者是符咒所得到的。佛菩萨所得到的这个神通，
都是来自于定力，来自于智慧。所以这种是正法的神通，跟邪法的神通是不一样的。邪法的神通有的时候甚至于是魔王赋给的。那么当你跟，因为魔他还是有脾气的，那跟他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就会受到伤害。这里不一样哦，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他是加持在场的菩萨到阿罗汉，他是为这些大菩萨阿罗汉灌顶，就是一种加持灌顶的意思。用什么方式呢？用右手去摸无量菩萨摩诃萨的顶，顶就是头顶。那佛就伸出右手来，然后为无量的菩萨加持灌顶，这就是一种灌顶啊，就是加持灌顶。而作誓言，就讲了这番话。佛说什么话呢？他说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他本身，在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一个劫已经很长了，对不对？劫已经很长了。人类从观音天下来，84000岁，100年减1岁，减到只有10岁，再过100年开始增加，100年增加1岁，增加到84000岁，再一减一增，叫做一劫。多少劫呢？阿僧祇劫，阿僧祇是无量数啊，无量数就是数不过来的。印度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哦，它是古文明国家，它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天文数字？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用不到的度量衡的一个制度。有52个非常大的数字，是现在不需要的，现在的天文学家也不可能需要啊，但是名称可能就不一样了。佛说我在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佛是修行什么呢？修习一种非常难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都知道阿就是无，那耨多罗就是上，三就是正，藐就是等，三菩提就是觉，正觉，就无上正等正觉。释迦牟尼佛说我在没有数量的一个结束，都在修习一种非常难得的法门，修行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法。这种法我现在是富足于你，就祝福交付托付给你，汝等应当一心留步此法，你们应当啊听我的话，一心一意的留步，就是传扬传布这一种的法门，广令真意，广泛的令到众生得到益处，广泛的令到众生能够进入佛道。如是三摩诸菩萨摩诃萨顶，佛不止一次哦，好事怎么样？要做三次，用右手加持灌顶诸大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头顶，而作誓言。就这么样说啊，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我在无量数的劫数都在修习这种难得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道，简单两个字就是佛道。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道。那释迦牟尼佛他在常不清菩萨的那一生，已经开始威音王时代已经在修习这个法华经了，
可见释迦牟尼佛他也是法华经的法相嘛，也是法华经的崇拜者，也是法华经的修习者，也是法华经的一个怎么样忠实的信徒。今已付诸汝等，我现在把它交付给你们，托付给你们，汝等当受持读诵广宣此法，你们呢应当受持，就是受持，就是你要勤加修习啊。受的意思就领略于心，领纳于心啊，领受纳入你的心里面。持呢就一持不忘，意啊思意，持呢就时时刻刻读诵啊，值个思念呢、啊、不要忘记。所以什么叫受持？受持两个字，领纳于心，一词不忘。读诵广宣此法，要广泛的跟众生啊来宣扬这个方法。佛对众生没有任何的法是隐瞒的，佛对一切众生都是开放的，他的法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佛就说，你们要受持读诵，广为一切众生来弘扬这个方法，这个法门，你一切众生普得闻之，就普遍的众生都能够听到这个方法，都能够修持这个方法，都能够很快的能够成佛。因为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嘛，最快就是它了。所以你们呢就要让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法喜、法乐、法益。所以者何？如来有大慈悲，无诸牵引，一无所谓，能与众生佛之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如来是一切众生之大施主，汝等亦应随学如来之法，勿生牵引。与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来智慧者，当为演说此法华经，使得闻之，为令其人得福慧故。佛继续说啊，所以者何？为什么要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这个法华经呢？如来有大慈悲，慈是无缘大慈啊，悲是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就是说我跟你没有缘，但是呢我还要给你快乐，欲乐的意思，给予快乐。悲呢运同体悲，你是你的身体，我是我的身体，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业报身啊，但是呢你痛苦，我跟你一样痛苦，同体大悲，好像同一个身体一样哦。所以这个是大的慈悲，无诸牵引。佛没有说贪惜自己的这个法门不教别人的。我知道过去有一些什么民间的信仰，或者是有的道教的法门啊，他有的东西是不传的，你一定要到他的师入他的这门之后，很多年的观察知道你确实是他的信徒，这样他才传，不是每个人都传的啊。那甚至于民间的手艺工艺，就是传不传外人的，传就是家门的独活嘛，绝活嘛，不传人的。那如来的慈悲是没有牵引的，或没有什么东西不教给你的，无所牵引。但是为什么法华经他一直都不教呢？那是因为众生的这个缘分没到，根基没有成熟，智慧没有成长，那没办法，一直要等慢慢慢慢佛让众生的根气成熟啊，由这个阿含经、方等经、般若经啊，一直最后
根气成熟了，这个时候才能讲《法华经》，不然一开始讲的时候，那众生起毁谤，那要入地狱的，那怎么办？佛一定是爱护众生的，像个大慈父一样，知道什么为你是最有利的。所以最后等你根气成熟了，智慧成长了，这个时候再来讲《法华经》。就像那个转轮圣王把头上的那个宝珠啊送给这个最英勇而且立功最大的这个将军一样，一无所为。佛当然是为什么一无所为？佛是正遍知啊，什么道理他都通达的，宇宙人生的道理，所有一切事物的道理他都通达的，所以什么都能够圆融无碍的讲给你听，一下子讲有，一下子讲空，这个一下子讲这缘起，一下子讲性空，不变随缘等等。那这些众生呢，这些众生呢听起来好像不懂的时候，好像觉得哎，怎么又这样，怎么是这样子呢，怎么是这样子呢？那就是一定要等他慢慢慢慢的消化，把这个道理给他融通之后呢，这样子就理解了，慢慢就进入佛门了。就佛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无所谓，怎么样怎么通，能与众生佛之智慧，佛的这个智慧啊，他能够分享给众生的。佛的智慧我们说叫做就是所谓的一切智，一切种智，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罗汉是一切智，就知道空，道种智呢就是也知道一切有。那这个佛法呢就最圆融的就是一切种智，包括罗汉的佛菩萨的一切的智慧中间呢最圆融的。所以佛的智慧叫大圆净智。什么叫大圆净智？像一个很大的圆镜子一样清洁溜溜的，你人走到它前面它就显现出来，你人一离开之后，那镜子里面不留下任何的这个痕迹。所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些大圆镜子啊，这个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啊。所以这个佛的智慧就是大圆镜智一样，如来的智慧啊，还有呢，如来的智慧就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最圆满的智慧。然后自然的智慧，这智慧不是造作的，是本来呢，本来就具备的。如来是一切众生之大施主，如来把这个最真实的最能够利益众生的法门教导众生，所以他这个法布施啊是所有的这个十法界的众生没办法给予的，只有如来能够给予，所以叫做一切众生的大施主。汝等一因随学如来之法，对佛呢就教导他的弟子菩萨罗汉说，你们呢也应该像如来一样学习如来啊，常随佛学，学习如来的法门，勿生牵念。千万不要说啊，这个是我的法门，我在修，你要修，假设说你比我聪明，你比我厉害，你不是很快就赶到我前面去了吗？那我不如先不要告诉你，这叫牵令。你说佛有一个大弟子啊，周立盘陀杰，楞严经里面我们讲过，他为什么变得那么懵懵呆呆的，就是因为他曾经过去生啊是一个大法师，
令法不舍啊，对于自己懂的东西不愿意告诉别人。所以到释迦牟尼佛这一个时代呢，他结果变成最愚痴的那个弟子。周利盘陀杰两兄弟嘛，小寂道，他哥还有一个哥哥大寂道，他哥哥都以他为耻啊，因为大家都笑话他弟弟了。就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说，你去念四句偈语。这四句偈语很容易念的，当时僧团的每一个人都要念的。身与意业不作恶，莫恼世间诸有情，欲尽正念观自欲尽空啊，无义之苦应远离。就是四句，身与意业不要作恶，也不要恼怒世间的各种的有情众生，不要去伤害他们，不要去让他们生气，莫恼世间诸有情，正念观之啊，欲尽空。因为我们人之所以有轮回生死，就是有欲嘛，欲望、贪欲。正念观之，你要反观内照，就是要有一个光明在你的心中升起，在心上点上一盏心灯，反观自照，照自己的心，去观照自己。这是正念，正念观之，观你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心里在想什么？观之，欲尽空。你观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因为它是假的。不管是就是世间一切人事物，或者心里面的妄想，都是假的。你正念去观察的时候，它就空了。它当下熄灭，当下生，当下灭。正念观自欲尽空，无义之苦应远离。那人啊，有的时候很执着，明明是苦的事情可以不去想的，烦恼可以放下的，他放不下，所以叫无义之苦应远离。那周利盘陀杰怎么样啊？这四句背不起来，背不起来那怎么办？佛就叫他念，叫他去扫地。扫帚，扫地。那扫扫扫还是扫不好，佛就叫他除尘，除垢。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就开悟了，就想到前生曾经是一位法师，因为令法不舍，所以呢堕于此愚痴之道。所以一个大法师，假设他对自己的这个法门太过于执着，太过于认真，太过于不愿意分享，这也麻烦哦，就是令法不舍啊。所以佛就说，你们要学如来啊，不要产生对法啊一个牵念之心。于未来世，就是在未来了，假设有善男子善女人相信如来的智慧，如来这个智慧大了啊，所以如果他相信如来的智慧，当为演说此法华经。如果他有大智慧，那你就给他讲法华经吧。假设他没有大智慧，你看前面五千比丘，比丘尼佛说法，他居然敢起来就走了。你看这样子的嚣张，这样跋扈，这样子的不礼貌不恭敬，他走了，五千人。所以说他们不相信如来智慧，佛要讲大经他不听的。那么这个时候佛就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修五戒十善的，那么他相信如来的智慧，你可以为他讲法华经。因为这个法华经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下去的。
死的文字，让他们能够听到，能够知道，能够学习，能够受持，为人演说，为令其人得福惠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信心啊，对如来的智慧、啊、能够毫不怀疑的接受。所以这个人呢，你可以跟他讲《法华经》，让他得到佛的智慧。若有众生不信受者，若有众生不信受者，当与如来于生法中示教令喜，一喜，汝等若能如是，则为以报诸佛之恩，使诸菩萨摩诃萨闻佛作如作是说已，皆大欢喜，遍满其身，一家恭敬，鞠躬低头合掌，向佛具发声言：如世尊赐，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诸菩萨摩诃萨众如是三反，具发声言：如世尊赐，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好，我们看这一段。若有众生不信受者，有的人还是不相信《法华经》啊，觉得这个佛讲的跟以前讲的有一些不一样啊。如果众生不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不信《法华经》没关系，就在佛其他的、其余的身法中间，就是比较深奥一点的道理。其他的法门中间，示教立喜，就是给他们讲解示教，就给他们讲解立喜呢，让他欢喜快乐，听到他喜欢听的，他欢喜。你说有的人喜欢听方等经，给他讲方等经，他高兴；你给他讲阿含经，他喜欢听阿含经，他高兴；但是你给他讲法华经，他不愿意听，啊。啊，所以有不同的根器啊，啊，有不同的这个接受度，深浅不同。所以佛说：“汝等若能如是，你们如果能够这样子来做的话，则为以报诸佛之恩，你们就是已经报答了佛的深恩呐、啊。佛对我们的恩重如山呐、啊。”这样的大施主，这样的大慈父，让我们能够不必漫漫长夜、生生死死轮回不已，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让我们能够休息，早一点脱离这生死痛苦。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怎么样报答佛恩呢？佛就说这样子，你们先看他的根器，如果他适合听受这个《法华经》的，你就给他讲；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呢，在佛其他的教法中间、法门中间，选出他喜欢的来给他教导，让他们欢喜。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已经报答了诸佛的深恩。这个时候呢，这些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啊。闻佛作如是说已，听到佛这么讲之后呢，皆大欢喜，非常的欢喜了，遍满其身。他这个欢喜不单只是就是脸上表现的，他这个欢喜是从头到尾的，就欢喜啊，欢喜到就是连每个毛孔都在感觉到痛快。一家恭敬，就越来越对佛呢非常的恭敬，鞠躬低头，就鞠躬就是把躬就是身体，就是把身体弯下来，低着头，合掌对佛具发声言，就是大家一起说，说什么呢？如世尊赐，好像世尊呢，世尊就是天下天
天上天下无如佛嘛，至尊的就是三界至尊至贵的就是世尊。世尊这个印度话叫做薄伽梵啊，这个如世尊次，次呢就长辈给晚辈的教诲叫次啊，好像世尊教诲我们的一样，当具奉行，我们一定应该来奉行佛的旨意，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唯然就是是的是的，世尊啊，您不必要担心，您不必要顾虑。诸菩萨摩诃萨众如是三反，这些菩萨以及大菩萨，他们呢，就是重要的话，他们讲三次，也是如世尊次，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这句话他们也讲三次，就表示说我们听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唯然世尊愿不有虑，您不用担心吧。尔时释迦牟尼佛令十方来诸分身佛各还本土而作誓言，诸佛各随所安，多宝佛陶还可如故。说是与时，十方无量分身诸佛坐宝树下，狮子座上者及多宝佛并善行等无边阿僧祇菩萨大众舍利佛等声闻示众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些菩萨说完这个所谓的如世尊次，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当菩萨三次讲完这个话之后，释迦牟尼佛就令十方来的分身佛，大家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多宝佛塔啊来之前，大家就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三遍净土嘛，把娑婆世界变得地平如掌啊，琉璃为地啊，宝树成行啊。然后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各个世界的分身都必须要集中在娑婆世界，多宝如来才会开门呢。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这么多佛记的吧，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佛。那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请十方来的他的分身佛各还本土，说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啊，而作誓言，就这么说，释迦牟尼佛就这么说，诸佛各随所安，他跟自己的分身佛说，你们各自随自己的这个随自己的一个选择啦，也回去吧，各随所安，要回到自己安住之处吧，意思就你们都可以回到自己安住之处吧。下面这一句啊，我跟我参考一些其他的大德的书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多宝佛塔还可如故。那么我看像宣化上人啊，还有那个太虚大师，他们讲的是多宝佛塔也可以回去了。两位大师他们都认为说多宝如来还可如故，就是回到原来的所在。我先讲完这一段，说是与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话的时候，十方无量分身诸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原来坐在宝树下的，宝树下不是都有狮子座吗？每一尊狮子座上坐一位分身佛，以及这个分身佛，以及多宝佛并善行菩萨等无量阿僧祇菩萨大众
这里也讲到阿僧祇啊，叫无央树的这菩萨，大菩萨，以及还有声闻中间的舍利佛、声闻四众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听到佛这么讲啊，都感觉到非常的欢喜。啊，这个就是足雷品，就是释迦牟尼佛祝福托付这些菩萨以及这些声闻们，要流传，怎么样流传弘扬这个《法华经》。如果不能弘扬的时候呢，就从其他的这个佛的教化中间生义来给他们解释释教利息。那这里有一句是说，多宝如来还可如故。我的看法是说，多宝佛塔还可以留在这里。为什么我这么解释呢？因为大家知道最后还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普门品大家都很熟，普门品里面有一句什么？普门品里面怎么说？普门品说，观世音菩萨接受了无量无尽意菩萨的这个供养以后，他是分为两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所以多宝佛塔还在嘛。所以我的看法呢是，多宝如来还可如故，还可以留在这里的意思，我是这么讲啊。好，就是这个呢，足雷品，你看足雷品就讲完了。下面我们讲的这一品呢，就希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如果有病呢就早愈，无病呢就防身啊。为什么呢？下面这位菩萨非常的精进，无数劫啊行苦恨，然后他的一个大愿就是要成就众生的疾病，药王菩萨本誓品，请大家一起合掌。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誓品第23。尔时苏王华菩萨薄佛言：世尊，药王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世尊，是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难恒行苦恨。善哉，世尊，愿少解说。诸天龙神夜叉乾陶婆阿修罗迦罗罗紧拉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又他国土诸来菩萨及此声闻众，闻皆欢喜。药王菩萨本誓品，本誓就是俗世所修行的，所以叫做本誓品。这位药王菩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大家称他药王菩萨啊，但是他过去不是叫药王菩萨哦，他过去叫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一切众生看到他就欢喜，老人看到欢喜，小孩子看到欢喜，老少咸宜啊，大家都喜欢他啊，所以这个是不简单的，不是说一定是这个相貌这个威仪啊庄严殊胜啊，而是他自然发出的一种这个磁场，一个磁波啊，令人一看就欢喜。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有的时候明明一个人长得不怎么样，你就觉得看到他很欢喜，有的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可是你看就不喜欢不喜欢。这个当然不一样，这是每个人的缘，你跟他有没有结缘的原因，那就是一种
这个感受。那么这一位药王菩萨过去生，他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也是菩萨，名字不一样，一切众生看得到都欢喜的啊，这是药王菩萨。他过去呢专门行苦恨，行苦恨精进到不得了，非常精进。那么他为的就是要利益众生脱离病苦，所以这个愿力也很大。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只求能够利益众生，能够呢成就佛道，让众生的疾病呢能够消除。所以这位菩萨也是非常的不简单啊。我们就看这一段。尔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前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位树王法菩萨，也是大菩萨，就跟佛说啊，世尊啊，药王菩萨，他对药王菩萨很感兴趣，他云何怎么样游于娑婆世界，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来行走，他为什么要到娑婆世界来，他的这个因缘是如何的。所以树王法菩萨就说，世尊啊，是药王菩萨，这一位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难行苦恨，他曾经啊在过去生，过去生生生世世有很多百千万亿那由他，那由他也是一个大的数字，就印度过去的一个大数字，这个字我到现在还在研究，有的说是亿，有的说是兆，可能是亿也可能是兆。那由他难行的苦恨，就是别人做不到的难行而行的一些苦恨。松万华菩萨就说，善哉世尊啊，真是了不起啊，这赞叹药王菩萨，愿少解说，希望您啊少少的跟我们讲讲，因为太多了不生迷举啊，希望您老人家先跟我们讲讲看，药王菩萨为什么到娑婆世界来行走，是什么因缘把他带到娑婆世界来的，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恨，有那么多的精进，有那么多的一个大愿。诸天龙夜龙神夜叉乾陀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就是又这个树王菩萨菩萨就说，天龙八部啊，诸天就是天上的人，天界的人，龙大家知道，神也有一些神仙哦，你看过去我们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神仙吗，道教就是练神仙呢、啊，长命百岁，但是长命百岁之后还是有一天要尘归土，尘啊土归土， dust to dust ashes to ashes， 不是长久的。夜叉我们说过，就夜叉也有护法神哦，像药师如来本愿经里面就有那个十二药叉大将啊，工比罗教大将还挑了那个提婆达多去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石头，他用他的那个髻一丢一擦，那石头就碎了，但是还有一块石头呢是砸到释迦牟尼佛的脚嘛。那工比罗大将啊就是夜叉，就我们叫他药叉。乾陀婆是天地倒立天地四谛梵音的音乐神，阿修罗是一种嗔恨心很强的众生，迦罗罗是大鹏金翅鸟，专门吃龙的。
紧拿罗叫做疑神，疑神疑鬼啊，他就是有那个怀疑心特别重。紧拿罗呢，也是四体还阴，也是倒立天主的一个月神啊。那个钱刀婆是香神，玉帝要听音乐的时候点个香，他就来了。那个紧拿罗呢是疑神，头上有个角。摩诃罗伽呢，就是大蟒蛇，人还有非人，这天龙八部了。天龙八部，还有呢，又他国土诸来菩萨，其他国土来的这些菩萨，以及声闻，闻皆欢喜。假设说释迦牟尼佛，您能够稍微解释一下，药王菩萨为什么到娑婆世界来，因缘何在？那么这些天龙八部啊，还有其他国来的、其他的世界来的这些菩萨以及声闻呢，听到您讲药王菩萨的故事，他们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欢喜。尔时佛告数万法菩萨，乃往过去无量恒河沙劫，有佛号日月净明德如来，因供正偏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有八十亿大菩萨摩诃萨，七十二恒河沙大声闻众，佛寿四万二千劫，菩萨寿命一等，比过无有女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即以诸难。先到这。这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就跟数万化菩萨讲了，乃往过去，就是过去，过去世，无量恒河沙劫，很长的时间，恒河沙那么多个劫，一粒恒河沙当作是一个劫，那么恒河沙那么多的沙粒，那么多的劫，有一位佛啊，这位佛的德号叫做日月净明德佛。日月，你看佛的名号，日月都是光明，净是清净，就不执着不着的，明也是光明，德呢就是他的功德。如来，如来大家知道就是成如实道来成正觉，这个是表示如来的一个应化身。金刚经里面讲，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是指法身如来。那么因供呢，就是佛是十法界中间至尊至贵的，所以应当供养如来。正遍之，正遍，正就是正法，遍呢是其他一切的法，一切的知识，佛没有不通，没有不晓的，所有一切的世间宇宙真理，佛都是了如指掌。明行足呢，明就是指光明，就是智慧，向内开启智慧。行呢是修行，就是广造福德，为众生谋利益，这个叫修行。所以不管是智慧跟慈悲，它的具足，所以叫明行足。善事，当世间，当佛入灭之后，当他进入涅槃，这种是不生不灭的无住涅槃，所以这个呢是善事，就是走得很好。世间解，世间解这里不单只是指世间，是世出世间。第一个世是指这个世界，
是出世呢，就出世的法，有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怎么样呢？无所不通晓的，无上士，菩萨就是上士，佛呢是无上士，没有比佛更高的了。调御丈夫呢，就佛是一个大教育家嘛，教我们这么多的法门，教我们这么样的这个学习佛法，最无调御丈夫能够把我们的心性由恶转为善，然后呢能够这个利益自己利益众生。调御丈夫，天人师，天上的人以及我们世间的人的老师。佛，佛是三德具缘呢，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所以叫做天人师。佛叫佛，佛就是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世尊。那么就是世间上面的至尊至贵的，我们一起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我们讲到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啊，这药王菩萨是非常难得的一位菩萨。他在过去生，在日月净明德佛的时代，他已经是一位菩萨了，行过无量数的这个难行的苦恨，是为人非常的尊敬啊，这位众生呢非常的尊敬他。他的大愿就是要让一切众生脱离疾病，脱离这个病苦。所以这个时候苏王华菩萨就问佛，为什么这个药王菩萨他会行走于娑婆世界，是哪一种的因缘呢？希望世尊呢，希望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解释一下。然后天龙八部大菩萨声闻都愿意听到药王菩萨的故事。那么药王菩萨在过去生曾经在这个日月净明德佛前面呢，他也是一位大菩萨，他的德号叫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一切众生看到他都欢喜。那么这里呢就提到这一位日月净明德佛，他跟药王菩萨是很有因缘的。药王菩萨呢，他还有个弟弟叫做药上菩萨。那我们看到最后还有一品叫做妙庄严王本事品，那一品里面呢，药王菩萨跟药上菩萨两兄弟，一个是叫净眼菩萨，一个叫净藏菩萨，啊，他们两兄弟，啊，把他爸爸给度化了。那我们先看这一段呢，这日月净明德佛，
其佛有八十亿大菩萨摩诃萨，七十二亿恒河沙大声闻众，佛寿四万二千劫，菩萨寿命一等。就是说，这一位日月净明的佛啊，他有很多的弟子。那一般来讲，佛都有两种弟子，一种是走菩萨路的，一种是声闻，就须陀洹、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这一条道路。就最后就是了分段生死，去这个见思烦恼，啊，就是超越三界，不设后有。这个是讲到这个罗汉。那菩萨呢，有五十一个阶位，那他还要度众生。三贤这十性，三贤位菩萨、十地菩萨到等觉菩萨，有五十一个阶位。所以如果看华严经的话，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其中五十一参就是五十一位菩萨。那么这位日月净明的佛人，他有八十亿的大菩萨摩诃萨，都是他徒众，他度化的。七十二亿恒河沙，这个数字就更大了。一粒恒河就是一位菩萨，有七十二亿，有七十二恒河沙大声闻众，这就是这个声闻众。声闻的意思就是听到佛的音声而证悟这个圣道的，叫做声闻。佛的寿命，哪一位佛的寿命啊？日月净明的佛，他的寿命有四万两千劫，很长哦，跟我们释迦牟尼佛没得比哦。因为每一位佛呢，他因缘都不一样。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人有缘嘛，那我们的寿命这么短，释迦牟尼佛也只能就是跟我们一样啊，就庄成呢也是八十岁入灭，这个样子啊。那么菩萨的寿命呢一等，跟佛的寿命是一样长的，四万两千劫。这是指日月净明的佛，他的佛国佛的寿命以及菩萨的寿命。彼国无有女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即以诸难、地贫如掌、琉璃所成宝树庄严、宝藏敷上、垂宝华饭、宝瓶香炉、周遍国界，七宝为台，一树一台，其树去台，尽以见道。先看这里，这一个国，在佛经上面所谓的国都是世界了，非常大的。你说有一个有一日月行于天下啊，有这个须弥山呐、啊，有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样才叫做一个小世界啊！啊，所以不是所谓的国，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很大的。那这个日月净明的佛，他的世界呢，没有女人的，没有女人就很清净了。怎么说呢？这些人都是莲花化身啊，都是化身。不用生下来的，不用胎生、人生、尸生、化生，它是莲花自动生出来的，也没有地狱，也没有恶鬼，也没有畜生，也没有阿修罗，就是那个嗔恨心特强的，没有，以及诸难，这难大家知道，就是三途八难嘛，知道吧？什么叫难呢？这个难就是不能见佛，不能见大菩萨，不能成佛啊！离开这个成佛的道路遥远，漫漫长夜，受尽生死轮回之苦。有八难，哪八难呢？
地狱、恶鬼、畜生，他们太苦了，苦到没有办法呢来兼顾修行，或者连佛的名字都没听过，在受苦啊，苦到不行了。还有呢，北俱泸州难，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四州啊，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北俱泸州，这四个州中间，北俱泸州没有佛法，没有佛名字，他们的生活比其他这三州要优渥一点，就比较享受一点，但是他听不到佛法，将来还是要堕落的。所以北俱泸州也是一个难哦，不是好事哦。还有长寿天，长寿天的天人啊，寿命很长，但那里也是不闻佛法，这长寿天也是一个难哦。不要以为说寿命很长就是好事啊，寿命长它一样，怎么样？不闻佛法呢，就是一个大难。还有一个蛮聋喑哑难，就一个人啊，这个五官不全啊，啊，这盲人啊，聋子啊，听不到佛法嘛，看不到佛法嘛，音也是嘴巴哑的啊，听讲不出话，阴哑，这也是一个难呢。你看了啊，我刚才讲地狱、恶鬼、畜生、北俱泸州难，然后长寿天的难、盲聋喑哑难、四字变聪难，大家以为很聪明很有学问，这个应该不是难了吗？一样是难。这所知障碍是个障碍，障了你能够听闻佛法，障碍你自己啊胡思乱想啊，把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见解当作是正法。所以四字变聪也是个难哦。还有一个什么难呢？还有这个佛前佛后难，我们不能跟佛生在同一个时代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弥勒佛还没来，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苦难中间。你如果有这个机会跟佛同一个时代，佛能够加持你、灌顶你，这一下子你的功力增倍啊，那可不是同日而语的啊，这也是一个难呐。还有什么难？八个了，已经八个了，那就是八难，三途八难，三途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八难三途嘛。这八个难主要是说不闻佛法、不见佛身啊，这个难而已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及诸难，这个国家没有这些八难，地贫如掌啊，地是贫的，心贫地就贫啊，环境是由我们的心所造的，一切为心造，如果我们的心很平静，所以我说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你看很多问题啊，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保持心灵的一个平静啊，对你自己好，对你周围的这个气氛也好，可以感化别人。那地贫如掌，琉璃所成，这个地是琉璃的地哦，跟药师佛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宝树庄严，这个一个庄严的国度，它都有很多很漂亮的宝树，这七宝装饰的
殊胜庄严，宝藏佛树，这树上面都有那个宝藏啊，七宝所成的，织成那个罗网的帐子，覆盖在树上面。垂宝华梵，就是在树上面啊，垂下来一些宝物，七宝所造成的这个宝的华是华丽的，幡呢就是旗子啊，旗子有宝瓶，宝的瓶子，还有香炉，周遍国界，就在所有的这个国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边缘啊，都有宝瓶、香炉。七宝为台，这个国度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台呀、啊，就是一些那个亭台楼阁、亭台楼阁、亭台楼阁都是七宝所成的，一树一台，就一棵树又一个亭台楼阁，然后又一棵树又一个亭台楼阁，就是相隔相间的，相就是一个一个相间隔的。奇树去台近见到，一棵树跟一个亭台楼阁，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呢，都是一箭道。什么叫一箭道？你一支箭射出去，一支箭射出去那么远，但每个人的这个射的这个箭的这个远近都不一样啊，这个比较有一点争议性呢、啊。一箭道究竟是多长呢？我看宣化上人他写的三个地方，三个不同的版本，他自己写的，他一个人写的，他三个地方，一个说一箭道是120步，一个地方写150步，一个写250步。就宣化上人一个人他就写三个地方，所以我们不着重这个啊。你像我们力气小的几步都不十步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些什么百步穿杨的那就很厉害了啊、哦。所以这个我们不计较，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的距离。此诸宝树皆有菩萨声闻而作其下，诸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作天祭乐，歌叹于佛以为供养。就是在这个宝树下面呢，宝树下面都有菩萨声闻坐在宝树下，宝台上面呢，就是那亭台楼阁上面呢，有百亿的诸天，天就是天人呐，当然也有天女吧。啊，他这里没女人的啊，他这里没女人，所以就是诸天都是天神，都是男神，做天祭乐，就是天上的音乐。此去直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就天祭乐。他这个音乐都是赞叹佛的，都是赞叹佛的，用这个天上的音乐，天乐飘飘处处闻呢、啊。来供养佛的，用这音乐来供养佛。尔时彼佛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及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华经，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越喜苦恨，与日月尽明的佛法中精进精行，一心求佛，满万二千岁矣，得现一切色身三昧。我们先到这里。尔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彼佛指的就是日月净明德佛，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及众菩萨
诸声闻众说法华经。日月清明的佛在这的时候，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大弟子，也就是今生的月王菩萨、药王菩萨，还有其他的菩萨以及声闻说法华经。日月清明的佛在为大家讲法华经，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是这一章的主角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也就是药王菩萨，过去生的药王菩萨，他叫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药喜苦恨，药就是欢喜，喜呢就是修行，修行这个苦恨，那这个就是修苦恨啊，头陀对吧？头陀恨叫苦恨。在日月净明的佛法中，他现在他的佛，他的上师就是日月净明的佛。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他就在日月净明的佛的跟前精进精行，非常的勇猛精进。精行呢就是精，这里不解释说这样，就是在佛堂这样子精行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应该是指说经常的修行，一心求佛，专心一意，就是在修习佛道，修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满二千岁矣，就经过了两千岁，两千年，以得现一切色身三昧。因为他精进嘛，精进又快呀、啊、精进又快呀、啊，所以他就得到了一种三昧。三昧就是镇定，三昧就是镇定。这种镇定我们不是在那个这个大集十轮经里面看过啊，就是地藏王菩萨早上一起来，他就入各种不同的三昧，每一个三昧都有一个名称，每一种三昧都要度一类的众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这一种三昧特别能够救度哪一种的众生。所以三昧有不同的名称哦，所以这一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所得的三昧叫做现一切色身三昧。现就是现出来，一切色身三昧，他就是他可以化成不同的形体，他可以度化不同的众生。比方说他今天像看了一个小狗狗，这小狗狗哎，他过去生也是修行的，那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就可以化成一个小狗来度这个小狗。所以现一切色身上面，什么色身他都可以现出来，所以有一点类似这大菩萨的所谓的定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叫现一切色身。色身还是有形状的对吧，啊，三昧这一种的镇定，得此三昧以心大欢喜，即作念言：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闻法华经历，我今当供养日月净明的佛及法华经，即使入世三昧，于虚空中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细末坚黑旃檀满虚空中如云而下，又于海此岸旃檀之香，此香六珠价值娑婆世界
以供养佛，着是供养矣。从三昧起而至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一切众生悉见菩萨，他得到了一现一切色身三昧，就什么样子的身体他都可以显现出来。得到这一种正定之后呢，心里产生大的欢喜，即作念言，他心里、这么样想，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我现在得到了这一种的正定，能够显现出一切色身三昧，为什么我得到的这一个现一切色身三昧呢，都是来自于听法华经的力量啊，因为我在受持读诵法华经啊，我今当供养日月净明德佛，因为谁是他的老师，法华经不会自己讲话啊，是日月净明德佛是他的上师，日月净明德佛在讲法华经，他听了然后得到这种法华经的加持力，然后呢他得到这个现一切色身三昧，即法华经，他说我现在要供养啊我的师父上师日月净明德佛以及法华经啊，即使入世三昧，他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正定，要入这个三昧。当他一静坐下来入这个现一切色身三昧的时候，在虚空中啊下雨了，下的雨呢是曼陀罗花，就是一种白色的小花，摩诃曼陀罗花就是大白花，细末兼黑沾炭，这个香的粉呢，我们有的时候点香不是要放一点那个檀香粉吗，它这个就是细末，就是檀香粉啊，兼黑沾炭，沾檀香也是一种香啊，就是这种香呢当时非常的名贵的，我们都是点那个这个檀香，更好一点就是沉香啊，它这个叫沾檀香，沉香跟沉香不一样，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香，满虚空下，满虚空中如云而下，这些小白花大白花以及的沾檀香末都从空而下，好像云一样布满了整个天空，又与海此岸沾檀之香，又下一种雨，这种雨呢是此岸沾檀之香，此岸沾檀之香听说是娑婆世界有的这种香，对吧？海此岸沾檀之香，这个香可是贵得吓人啊，此香六株，一两是等于24株，六两呢它的价值就是整个娑婆世界这么昂贵，六株就是一个娑婆世界这么多的这个价值啊，一两是24株，它六株就指整个娑婆世界，他用这一些来供养佛，做事供养，他就拿小白花大白花沾檀香海慈岸沾檀香来供养佛，做完这个供养之后呢，他就从三昧起来了，就出定了，而自念言，自己就这么样说了，这么样想了，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他说我虽然现在用神力，他已经是菩萨了，一切众生悉见菩萨，我虽然用神力来供养佛，不如以身供养。这以身供养啊，这个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是不简单的，
于是乎他怎么样呢？集服诸香、章堂、熏露、兜罗婆、比利迦、沉水、焦香，又有引樟蒲诸花香油，满千二百岁矣，香油涂身于日月净明的佛前，以天宝衣而至禅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他心里想，我用这个香供养不如以身供养。于是乎呢，他就服就是吃下各种的香，章檀香，章檀香啊，熏露香也是一种香，熏露香，兜罗婆，兜罗婆呢是一种白毛香，白毛香，比利迦，比利迦就是我们这里叫做丁香，沉水呢就是沉香，焦香呢，焦香是也是一种香啊，就是松香，松子的焦，松子啊，松香。又引樟蒲诸花香油，樟蒲是一种黄色的花，很香，他把它做成香油，做成香油，他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把各种的香集集起来，满千二百岁矣，经过了一千两百年，香油涂身，他把这个香啊涂在身上，于日月净明的佛前，在他的上师前面，以天宝衣而至成身，禅身，就把一种最好的天宝，天上的宝贝的衣服缠在身上，缠在身上还不止哦，他灌诸香油在这个天宝衣里面啊，灌进去香的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然生，用他的神通力，因为他已经是菩萨了，自己把自己呢用三昧真火啊点燃自己的身体，就自己燃身呢，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这一种的光明非常的这遥远，遍照八十亿恒河沙的世界。我先到这里啊，我们讲到这个药王菩萨，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燃身呢，诸佛是赞叹的，说世真精进，世名真法，供养如来。这种我们就要想呢，究竟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燃身的时候痛不痛呢？我想有两个可能，痛也是痛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菩萨，菩萨他有他的这个办法，就怎么说呢，就是楞严经里面说有觉觉痛，无痛痛觉，就是我们的老和尚梦参老和尚他说的身心分离法。所以在一个大菩萨来讲，他能够体会出身体是怎么样虚幻的，所以身体是虚幻的，他就没有那个觉啊，去觉，就是感觉到这个痛苦那么的深厚，
所以这一种的供养是人人都怎么样，人人爱此色身嘛，对自己的身体是最照顾的，但是呢他能够把身体供养佛，所以这个供养呢是很难能可贵的。那么当然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熏教的，比方说在越南吴廷琰政府就是打压佛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僧人啊高僧啊就自然就自己就是焚身啊。那么还有就是红卫兵到那个法门寺，让法门寺说那边有宝，但是有一个良清法师他坐在那个人家说有那个地宫的地方，把一桶油倒在身上，就红卫兵就靠近了，他就一把火把自己给烧了。这都是非常不简单的哦，这些都是高僧，所以他们可能这个当时的这个熏教的心也非常的强烈，不要让这个佛教的文物呢给他弄坏掉。那么还有呢就是供养，后面有提到像近代就有所谓的八指头陀静安禅师啊，也称为寂禅法师，他就是两个大拇指啊，当作两个香就供佛，所以称他做八指头陀。那其实八指头陀还有一个虚云老和尚也是八指头陀，他也烧掉两个大拇指，所以民国的时候有两位八指头陀，就虚云老和尚跟静安寂禅法师啊，他们是用自己的这个手指呢来作为香供养佛。那么在佛教的这个里面行苦恨，我们也看到过去很多佛的本身故事都是不惜生命啊来成全佛道以及救度众生的。那么所以这个稍微说吃一点苦啊，代表说我供养佛不惜生命，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就在我们出家或者是受菩萨戒的时候呢来呈现。比方说在家的居士去受那个菩萨戒的时候，会在这个手掌这里啊点这个香疤，点这个香疤，这个也是象征说我供养佛，用肉身供养佛。那在家菩萨戒是点在这个手臂上，那么出家是点在头上。我觉得台湾的做法很好，就是说有象征性但是不那么激烈，就是每个人是三颗，点头上就三颗啊。但是有的过去是很多人喜欢多点，那后来也有人说点一颗没什么意义啊，点三颗刚刚好是不多不少，我觉得。那么但是呢你点完之后啊要把那个疤啊给发大，像我去受戒的时候，当时是修勋法师啊给我点，他希望给我点大一点，然后就一直烧啊，上次旁边有一个外国女孩，不是女孩了，她也是比丘尼了，是捷克人，她一句中文听不懂，佛光山把她送来受戒，
因为只有几个人能跟他沟通嘛，所以他就一直在我旁边照相，也没有送我一张。他在我旁边，他你的头着火了，你的头着火了，很年轻，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那么长的时间一个月哦，他居然就是唱啊，那个防拜声音很大，但他都一句听不懂，一句不会唱，但是他都能够很安静的啊，在那边挨过这个一个月的这个戒期。那么当你受完戒之后，这个疤本来很大的，但是要拔毛哦，它还是会中间那个点的那个地方还是会有头发长出来，所以要有人帮你把那个毛拔掉，就最初长出来的时候要拔掉。那没人跟我拔，本来有个朋友要跟我拔，他没有跟我拔，还要吃花生，要吃香菇才能够发大。那我当时在台南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所以我那个疤就不见了。不见呢，就去看我的戒和尚，了宗长老。了宗长老说，他不赞成点香吧。他说，他以前白胜长老在来台湾，就有佛学院办佛学院，几乎都是他老人家的徒弟嘛。那这一个了宗长老啊，他就说。他说你看我的戒疤他也不见了，他说把他点的大大的还俗了，我还在这儿。他这么讲啊，所以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我说我赞成点戒疤，但是我不赞成说点很多，就要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说我愿意把身心奉献佛，供养佛，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呢，不是说真要你怎么样啊，这要燃身呐、啊，或者是断臂啊之类的，这个好像没有必要。当然也是一种苦恨。那我大概呢讲到这里。那我们继续就看呢，当一切众生悉见菩萨。他用三昧真火燃身的时候，这个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自名真法，供养如来。若以花香、璎珞、烧香、墨香、涂香、天真、幡盖。”及海此岸旃檀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假使国臣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师，于诸师中最尊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作事于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岁。过世以后，其身乃净，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已。命终之后，复生日月净明的佛国中，与净德王家，皆家福住，忽然化身，而为其佛而说偈言。那我们看这里啊，这个时候啊，当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燃他的身的时候，有这个八十亿恒河沙世界的诸佛同时赞美说：善哉，了不起啊，善男子，是
赞叹这个一切众生悉见菩萨是真精进啊，你真的这种是真正的精进啊，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啊，啊，能够是真精进，这是真正的勇猛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也就是以真实的法来供养如来，这种是难能可贵的。在这里啊，我们要提一下，就是隋朝的智者大师。隋朝的智者大师啊，就因为他是发明天台宗的，天台宗的高祖。他那个时候就因为天台是以《法华》为宗骨，就《法华经》是天台宗最重要的一部经，所以他当时诵《法华经》的时候，就入了法华三昧，得到旋陀罗尼。旋陀罗尼就是旋，就是很快；陀罗尼就是总持嘛，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所以在很快的时间，他什么都懂了，就是开悟了嘛。那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得了旋陀罗尼，当时他看到灵山会啊仍然在进行中，看到释迦牟尼佛仍然在灵山会上啊讲《法华经》，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就是刚刚好诵《法华经》，诵到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就得到了这个法华三昧，得到了这个旋陀罗尼，见到这个灵山一会，俨然未上。这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啊，这智者大师了不起啊！智者大师，我们称他是东土释迦，就中国的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他，你看他写多少书啊，《天台三大部》《五小部》，都是他一个人的著作啊，那了不起的啊！好，我们说这个是命真法供养如来。如果用花、用香、用璎珞、用烧香，墨香就是细粉呐、啊，涂香就是涂在身上的，天真翻盖，天真就是圆顶的翻盖呢，就是棋子一样的，还有海瓷案、章坛之香，就是我刚才讲的很贵的啊、哦，六珠指整个娑婆世界。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你用什么东西都好来供养佛，所不能及，不及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用自己的身体供养。假设国臣妻子布施亦所不及，你即使是一个国王，把自己所有的这个臣子国土捐献出来，还有自己的妻子布施，也不能，也不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以身供养。善男子是命第一之师啊，你这种供养是没有人能及的，第一的冠军的供养。于诸师中最尊最上，在所有的布施中间，以身供养是真精进啊，真法供养如来是最尊最贵的，以法供养，你这个是法供养，这个是法供养诸如来故，你是用法来供养诸如来，作是于也。这些如来这么多这么多的如来，八十亿恒河沙世界的佛，讲完这个话之后呢，大家都默然，就不讲话了，就不讲话了。其身火燃，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的身体着火了，一直燃烧多久呢？燃烧1200岁啊！我们说佛经上面的时间不要执着它啊，因为它是能长能短的，
啊，过世以后，经过这段时间之后呢，经过1200年之后呢，这个身体才烧尽，烧尽。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做如是法供养已，这个他做了这一种的方法的供养之后，命终之后，1200岁之后，1200年之后，他又生在日月净明的佛国中。日月净明的佛还在呀，因为这位佛他的生命很长嘛，对不对？我们前面看到他是42000劫那么长。所以当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圆寂之后，命终之后，他过了很久的时间，他又生在日月净明的佛的佛国中间。所以他以前的上师还在呀。他生在哪里呢？生在国王家，就是净德王家。净德王，当时的国王叫净德王。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成为净德王的太子，结跏趺坐。他一生下来就打坐的，就坐着，夫人化身，他不是妈妈生出来的，他是化身的。即为其父而说偈言，他当时呢就跟他的父亲说了一句偈语，下次我们再讲，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